Máquina, máquina. Sí. Oh, Japón, Japón. Japón, Japón. Bien, bien, mejor.嘿嘿。生锈的痕迹，树科圆滑的转轮，一是放置方向呈现垂直，由皲裂的牛皮绑带串联在一起。底盘上有一大一小的穿透的微笑形的凹槽，其中一个转轮的基座呈现人字状。你们需要站起来吗？就是让他根据这个描述就可以。好了，那这边的物件。嘿嘿嘿，好，好诶。牛皮听起来是一个关键，我手是一个好认的读音，但是很近就不会。好，你继续。这，我真的。哎呀，真的嘞，哎呀。微笑型，牛皮带是这个啦。微笑型。说的是那个四分之一圆，大四分之一弧，对，好，是落弧哦，主观的，哎呀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主观的也是他吗？对，也是他，没有，我是主观的，没有，没有创意，之前我们在这边也是，我看到这社区里面的面上写的散文都非常优美的念出来，真的。那你教英文嘛，然后就很有意境。可是真的是轮到自己来写了吗？就写了这一件，哇，好换你了，好棒，好厉害，总像面对，哇，好棒。底盘是黑色的，大圆环中有一个纸杯子，四颗黑色的有三个角。底盘是黑色的，然后有一个纸杯子。这首先它有一个底。我找到了。格子本身算是。对，真的很关键。只有一个格子。哎呦，这很特殊啊！冰冰凉凉的点点，太极的概念在当中可以看见光。单独点题是最无解的状态，无论在何处，均可一不完美的人，也许还能反映人生。有缺陷没关系，重要的是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！哦，赞赞赞！